这个时候是可以拼一下。是。这一棒打出去，哇、哦，这个距离，现在要看的是林奕泉哦，他要跑了，这个球直接做一个回传，应该是来得及，哎 ，take out 哇，因为林奕泉还是决定要跑，这应该不会挑战了，因为球是先到啊。嗯。哇，那这个是等于变成了结束了这个半局啊，这一个飞球形成的是两个出局，陈进直接的一个九传二的回传。那让统一呢这个半局没有办法得分。两三块这个球打击了林奕泉，挥棒落空，遭到了道伯哥三振。确实在那个时候有考虑了，但在我们近期里面的短打的战术跟一些执行的能力没有那么的理想。那在奕泉那一个棒子，如果要执行短打，还必须代打，所以决然希望奕泉去攻击。那只要奕泉攻击到，不管他是最后是结果是三振嘛，他有办法是拉打成右半边，其实。要形成一三垒的机会也是，所以决然决定给奕泉去做攻击。但来到季后赛，朱志杰这边也要证明他在大赛的能力啊。是，哇，但这个自打球看起来不太妙，李安可直接痛得跪在地上。对。现在人还在医院，那回报的状态不是很乐观，那我们请医院再做更精密的一些检查。那等检查出来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之后，再跟各位球迷。就是可以透露一下你们在讲什么这样。没有，就他要带球队去打亚冠赛嘛，我说亚冠赛加油嘛。那当然今天金峰有一度被赶出去嘛，我跟他讲说，看起来真的很有总教练的样子啊，对，就这样啊，哎呀，就是这样了，哎呀，我不是亏他啊，我说他为选手去争取那个东西。哦，他就是该有的样子就要做出来，我觉得不错了。然、啊、后我也顺便就是跟他讲说亚冠赛加油啊，我们的投手，我说陈柏青也不错啊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对呀、啊，推荐一下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对啊